羽毛球板啦，即係個線啊拉出嚟嗰個張力咧，就令到李曉霞嗰個力度咧往都大咗啊！因為嗰個張力就一彈就彈開咗。我想問動員啲適應場地，所以要轉位，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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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
哇，好型啊！ 激嬲咗李曉霞而家，打咯！原來係教路。哇！李曉霞要用乒乓波得分喎，真係。OK， 揾塊細嘅板試試。哇！林丹呢啲好職業喎，啲技術。 好啦，我哋都現場咧就再一次啦，咁啊就係講阿林丹咧，佢今次咧都係揸板嘅，不過揸嘅係乒乓波板，咁啊就係同我哋嘅，係啦，李曉霞咧就係最人之初，李曉霞剛才咧就揸住一個羽毛球板咧，就係打呢個乒乓波咧就發覺唔夠林丹嚟啊，咁啊亦都換過乒乓波板啦，之前亦都試過揸塊小型乒乓板，而家咧揸住電話，咁究竟會點咧？哎呀！ 哇！真係犀利啊！真係，以後唔使帶板出街，帶電話出街得啦。冇錯啦，大家都知道呢個智能電話發展到咩階段㗎啦，基本上做任何嘢咧都係可以用個智能電話做曬。而家發現一個新嘅功能嚇，可以嚟打波嘅。哇！佢即係話個眼神有啲，你係咪認真啊？你係同我認真啊嘛？係咪？係啦，佢用個電話咧就繼續進行呢一個比賽嘅。 哇！林丹啲猜波都好犀嘅，其實喺度睇到有犀嘅。哇！勁啊！點解如果佢打得下個電話響咁點算啊？嚇！會落犀嘅，會震嘅啦，係啦。哇！一個好專業嘅反手技術得分啊，好犀利真係林丹真係，好有運動天賦嘅一個運動員。哇！好型啊！哇！你激嬲咗李曉霞而家。 原來係教路。哇！李曉霞要用乒乓波得分喎，真係。OK， 揾塊細嘅板試試。係。哇！林丹呢啲好職業喎，啲技術。 好啦，我哋都現場咧就再一次啦，咁啊就係講阿林丹咧，佢今次咧都係揸板嘅，不過揸嘅係乒乓波板，咁啊就係同我哋嘅，係啦，李曉霞咧就係最人之初，李曉霞剛才咧就揸住一個羽毛球板咧，就係打呢個乒乓波咧就發覺唔夠林丹嚟啊，咁啊亦都換過乒乓波板啦，之前亦都試過揸塊小型乒乓板，而家咧揸住電話，咁究竟會點咧？哎呀！
哇！真係犀利啊！真係，以後唔使帶板出街，帶電話出街得啦。冇錯啦，大家都知道呢個智能電話發展到咩階段㗎啦。基本上做任何嘢咧，都係可以用個智能電話做曬。而家發現一個新嘅功能啊，可以嚟打波嘅。哇！佢即係話個眼神有啲，你係咪認真啊？你係同我認真啊嘛，係咪啊？係啦，佢用個電話咧就繼續進行呢一個比賽嘅。哇！林丹啲猜波都好犀嘅，其實喺度睇到有犀嘅。哇！勁啊！點解如果佢打打下個電話響咁點算啊？會落犀又會震嘅啦，係啦。一個好專業嘅反手技術得分啊，好犀利真係林丹真係，好有運動天賦嘅一個運動員。得唔得啊？你估啊？林丹加油！哇！隻手突然間長了一倍啊！嗱，其實咧，大家運動員哇，幾精彩啊！真係與民同樂。其實我仲有一個要求嘅，我哋有個中國乒球隊總教練劉國亮，佢可唔可以出嚟玩兩分啊？要啊要啊！請劉教練。劉教練，嗱，劉教練咧就打乒乓波就一流噶啦。不過我哋要求佢打羽毛球同林丹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打羽毛球同林丹。羽毛球。就拿乒乓球试试嘛，无所谓。乒乓球当羽毛球试试。呢個特別加插嘅項目咧，我哋要揾我哋啲同事揾個羽毛球出嚟，但係唔緊要，啊有啦有啦有啦，有啦有啦，打住乒乓波先，哇！佢哋乜都玩得嘅真係犀利啊！哇！劉國亮咁好手感嘅，跨行。行行都得噶喎，劉國亮。邊個殺落張台度當佢贏啊？真係一間。哇！真係好有型喎。而家好享受啊！佢唔會俾你停啊！好在你自己識停。好波！好啊！俾熱烈掌聲兩位。我哋好多謝呢一班運動員帶俾我哋嘅歡樂。我哋再一次俾熱烈。